视机前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迈阿密华语电视台记者孙静怡。现在我们在迈阿密著名的中餐厅天天渔港，共同见证河南同乡会的成立盛典。那现在呢，我们在此非常感谢远道而来的从纽约远道而来的河南同乡会的秘书长 James 焦。那现在能在我们为我们的电视前的观众们介绍一下你自己吗？可以，没问题。大家好，我是 James， 我是我们美东河南同乡会，然后美国河南总商会的秘书长，同时呢也是我们美国河南青年委员会的副会长。然后呢，美东河南同乡会呢成立于1973年，至今呢有快50年的历史了。然后呢，我们在纽约这边有大概36000多名会员，也是纽约相对来讲比较活跃的社团之一，包括就是说我们这个国会议员孟昭文都是我们这个河南同乡会的这个顾问，同时呢就是说他也是我们河南的儿女，他妈妈也是我们河南人。啊，真的是河南在美国这边也是历史悠久，也是一个很大的家庭，是吧？对。那这次呢，首先很感激您远道而来参加我们佛州的河南同乡会的成立盛典。那对此的河南同乡会在佛州的成立，你有什么样的期望和祝福呢？我相信呢，我们这个佛州的河南同乡会在我们张会长带领下一定是会务昌盛，对吧？会帮助我们更多在美的无论是华人也好，在美的这个河南的老乡，能更好地团结我们的老乡，给我们提供更多这个便捷。我也希望在以后呢，我们美东河南同乡会和我们这个佛州同乡会在会务上大家能互助，能帮助我们更多在美的华人和老乡。非常感谢 James 远道而来为我们这边的成立盛典助威。那也希望你 enjoy 我们这次的盛典，然后希望以后会多多来到佛州。好的，谢谢，希望大家以后有多合作。谢谢。